开场，看到每一位选手都非常的成熟，再次热情用掌声鼓励他们，谢谢。好，今天各位选手注意啦，我们还是要拿出这个真功夫的，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天晚上的第三名可以得到奖金30万，第二名50万，第一名掌声鼓励，奖金100万，请加油。那么现在时间已经是10:13了哦，那么也就是说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是最后的简讯投票，请大家呢这个投给你心目中支持的选手，将简讯代码发送到55987，选手代表号分别是5201到5206。那么这个活动呢将在11点截止哦。那么今天将有这个律师为我们做见证，证明我们的投票是公平、公正、公开的。那么另外马上就要介绍我们的评审了，首先就欢迎我们的时尚界的天王。永远那么优雅，这么成熟，这么帅气的 Roger 老师。好，接下来这位10月31号小巨蛋啊，有三位小男人好会一起开演唱会，张宇老师。张宇老师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这个大概报告一下，今天评审评分的角度会看多细，或是看多大？我看大是一定要大的，好、哦，我们都喜欢看大的，对不对？大气，对不对？对。但是我觉得今天以前啊，你们都是选手，今天以后你们就是艺人了，所以今天我们就看你们有多少艺人的条件，通通放马过来，希望你们享受这个舞台。从星光出去的艺人没有丢脸的，加油！谢谢张宇老师的鼓励。接下来我们每次呢在这个总冠军赛一定要看到他，一定要听听他说说话，因为呢他的金玉良言常常两三句就让选手拼了，发展出他们肾上腺素，发展出前所未见的潜能。欢迎我们的总舵主王伟忠大哥。伟忠哥，这个星光已经到第5班了哈，我说实在话，我坐在这里我还是非常的感动。目前幕后啊，大家非常努力。星光5班，我跟家人星期五晚上都在家里看，我觉得他们唱作俱佳，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找到自己的特点，选歌都选得非常好。所以接下来2个小时，我想目前幕后啊，现在现场跟电视机前面的观众要很享受的，非常 enjoy 的看看星光5班如何拼出第一名。你们要加油，用心唱歌，加油！给我卫生纸，好感人哦，伟忠哥，你真的像教父一样，台词是不是都写很久啊？信手拈来。接下来欢迎我们当中唯一一位最美丽的女评审黄韵玲老师，掌声欢迎。黄韵玲老师其实十分的辛苦，对不对？因为呢，你坐的位置可以说是风水最不好的，我是说右手边啊。但是呢，常受到干扰之外，又要很公平公正的讲评，是不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对，也因为坐在他旁边，也练就了自己一个，你知道，遇到很多事情都必须要靠自己。没有，我觉得我刚刚听伟忠哥讲，我真的觉得我今天真的看到，从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些小朋友。他们可能每一个人都是有一副好歌喉，但是每个人都差不多，一直到现在看他们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特色，我觉得这对一个好像是就是像妈妈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真的好开心。所以真的很希望可以看到他们之后可以在我们的音乐圈里面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一定要加油，今天晚上就看你们的，加油加油加油。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介绍第5位评审了，在这边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第一名不但能获得总奖金100万，也可以得到华研唱片的一纸合约，所以请大家要加油了，这是超级星光大道的就业保证啊。好，那这个小胖老师有什么话跟大家说吗？是的，那么今天呢，我说一个，我先报个料啊，就是这6位选手，其实我们老师们有提供一份歌单给你们参考啊。可就我所知的，是这6位选手，他们都分别了选择他们自己想要唱的歌曲。
那刚刚伟忠哥也特别提到选歌的重要，所以你们今天的选歌会是你们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希望你们选的这些歌曲是好的，加油了各位。有奖跟没奖又一样哦，这就很恐怖了，有没有？维持一贯的特色，已经到五班了还是一样，不断抠比别的评审的话，然后再把它用比较模糊的方法讲出来，讲得大家一头雾水啊，好像真的很厉害哦。好，马上要告诉大家今天总决赛的规则咯。总决赛规则非常简单，多简单呢？一起来看 Visa。 今天比赛分两阶段，第一阶段的演唱分数与前四场积分赛得分加总，累计分数最低者即为第六名。第二阶段计分方式为前四场积分加上第一轮演唱分数除以七，占40%，第二轮得分也同样占40%，剩下20%则参考观众简讯投票结果，总分最高者就是第五届星光大道冠军。目前积分排名如下：孙自佑128分，李杰宇120分，徐永林114分，梁晓俊106分，刘明湘105分，杨俊文100分。这个心情如何，杨俊文？这次是我最后一次的比赛，嗯，然后我觉得要豁出去啊，然后我今天是一个很危险的魔术师。哦，对，因为我觉得说你整个人会变成一条蟒蛇吗？跟那个外套一样。差不多。哎，麦克风有声音吗？喂，有。好，今天呢，其实呢，我觉得你真的很厉害耶，他选的歌真的都很有画面哦。今天要带来的是周杰伦的《魔术先生》，对不对？嗯。但是呢，很厉害了吧？哦，他会有魔术表演的，有切人的吗？没有哈，对，千万不要，我怕你会失误。好，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呢，其实杨俊文从第一次海选到今天整个美型男的变化，哎呀，太好看了，一起来欣赏。我叫杨俊文，我今年18岁，我的兴趣呢是唱歌，我目前是学生，兴趣是打篮球。这位外表如杰尼斯偶像般的阳光男孩，却有着浑厚的嗓音，一登场即惊艳全场。唱完的同时，我跟小林老师在讨论，我就自己私底下跟小林老师说，你今天的演唱是我听到最好听的。谢谢。又帅又会唱的俊文马上引起网友的热烈讨论，爱慕的粉丝更在短时间内急速成长，也成为校园中的风云人物。但是现在的大帅哥其实小时候是个圆滚滚的胖小子，一点都不受瞩目，更别提会有女生喜欢他了。白白胖胖的，那时候他很自卑哦，因为小女生他说，哎呀，男生腿怎么白白的，他才这样雪白这样的，小时候胖跟白，那时候他很自卑，他不喜欢穿那个短裤。即使现在已摆脱胖胖的外形，有着帅气十足的模样，但俊文心中的那份对自我肯定的心却一直很薄弱。你不要看杨俊文现在很受欢迎哦，他很自卑，因为之前是一个小胖子，然后呢那个阴影一直留